就你小妹子，不要对着手乱拍，手乱拍，不要对着手乱拍。如果别在外面，我有事，得去捡回来这里。有啊，有个公主生日去。我要爸爸。你放在上面，不要用弟弟，上面弟弟啊，不要。嗯。可是如果飞到那个地板，外面的地板嘞？你买去吹啊。被狗咬走了。就算了，不要，确实就不要了。不要打到外面那两扇壁，就把它捡走了。这样子好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水瓶，一夜圈圈圈在底下靠我水瓶。水瓶。聊水瓶啊。不然你进什么坏店？